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미니상상상촌님의 스미다 아리가도 쿠차이마 아시바 마다시바 E A 点点点点点闪现点死。小耗子，哎，你们这行啊，兵分两路，一个打上面兵，一个打下面兵，我都服了。那铁电耗子一级学个 W 技能确实是行，算了不推了，溜了这波，撤退，谢谢麻辣柠檬汁的飞机，谢谢麻辣柠檬汁。上把那小驴人，我跟你们说，其实他也不是傻，我跟你说，他不是傻，他想不想赢呢？其实他也想赢，但为什么他去直接要开炼金？因为他脑子已经不好使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龙被抢了以后呢，乱了，千万别乱，知道吗？千万别乱。上把其实有赢面，他只要不乱我们就有赢面，但是他自己乱了，因为他想的是啥呢，他反正也无所谓了，哎，打都打成这样了，能不能赢无所谓了，赢就赢，赢不了就拉倒，你确定你玩个龙女要赶开吗？但这是不对的，这我就不去了，这人有点多呀，还来了个劫哈，人太多了。不知道这个福爷哥他在哪儿啊，我先等个点炎再跟他打，他可能在打那个河蟹，那凯南手里有剑不走，可能是有事儿，抽一下，平 A 一点炎，平 A 接 Q 拿下，还好我等了一下我的点炎，嗯，他如果是从前面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死，因为我直接会吃到他们两个人的晕，他如果是从后边来的话我们不会死，因为我的 W 正好可以挡他的 W， 谢谢麻辣柠檬汁的飞机人啊，这鞋得要一个，这得要一个，这得要一个，来一瓶小药出门，其实我要一个水银还好一点，水银还可以让直接让这个凯南没办法，哎，把我们晕住，再把露露得要水银还，不能要布甲还，
这波玩的是真垃圾，我说实话。 一 Q R 那 Q 咋没出来呢？这波水银还杀了，没把握住机会，兄弟们，我的问题。他那大招电我，晕我有点烦，晕的时间有点长。 应该出水银骸的，出错装备了。我这水银骸太脆了呢，血量不是很高。回家出水银骸的。 算了，不出了，这小子把E用了，我试试干他一波。打一下。 那可真疼！水银还不能出了，出都出一半了，算了，不出了。 不要让他打峡谷啊，稍微逼逼他，他可能以为我那个位置有眼儿，但其实我们没有眼儿。 这波等大招，顺便耗着的血。看他位置啊，如果他敢让我E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旁边有人。如果他不敢让我们E，我们就等大。 下波杀的，你干啥呢？我们先吃口屎啊！ 追不上就算了，别没闪。
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기다렸다这边想杀的估计费劲，不好杀。等小兵多一点。我一个 EQ 他就死，现在他还敢在塔下。天哪，这位置挺这位置挺刁钻的啊、哦、搁右边。还好我上面有个眼儿。看见了佛爷哥。这边队友可以打小龙，他们家打野搁上路。搁这等我呢啊、嗯、那凯南不走，很明显搁旁边等我呢。先回家出三项。先回家出三项，来个小魔抗，坠金了，蓝脸汉谁的金儿？我看看、啊。谢谢，想吃蓝脸汉的包皮够。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干净的男孩子。这波我要吃塔皮。没关系，劫来来吧。你还给我发信号，自己死了，还给我发信号呢。哎，好勾！哎呦，我好勾！我们打个红。红打完这一波，凯南可能有传送啊，我们必须把凯南给他放在上路，让他传不了。哎，给他放在上路，让他走不了。下路如果打起来了，他无法传。我要越塔杀你了，你小心点啊！我是一血塔吗？啊，我是一血塔，那就还行。没人了、啊、有人扫他一波野区，扫荡一下，把跳弹打了。
呀。看看中塔能不能拔，看来是不行。回家吧，别怕别怕，你怕什么玩意儿？我搁旁边呢。哎我靠，一个没杀掉，真他妈的，那队友到哪去了？不是，那刚才那队友咋没都不来呢？那梅鲁斯往右边走点，发条往右边走点，我们家机器人不能让人抓呀，这怎么还能放了呢？还能卖人？这波怎么能让对面拿着人头呢？谁把我杀了？我叶哥。维鲁斯直接跑了，我都不知道他跑啥。后个维鲁斯，后个维鲁斯不有大吗？刚才，真是的。龙女没大，那来不了，我倒可以接受的。你们其他的人还没点东西呢。1120。咱也不说是说是大获全胜吧。刚才如果旁边来一个人，最起码不能输得这么惨，能打个三换三、三换二啥的，这输得太惨了。我这装备的现在就是无敌的。家伙，别没完没了的啊！别没完没了的。这样吧，他们打小龙，我们去把那条峡谷先锋打了。不能啥也没有啊！快来快来快来帮我！峡谷先锋要下班了。上路收一波。算了，回家再收吧。够，好够。800，他配800呀！天。我觉得我这14级的猴，谁在我面前也配不上800块钱吧？有这么狠吗？800块钱。走吧。呀！
항상 최고를 추구해. 凯南都有赏金，凯南12级，我们14级，跟我说凯南有赏金。你配赏金吗？打错人了，哎，没打凯南，我操！哎呀，这挺难受啊，差一秒 W 双杀。护甲不够高，这就是。我们现在目前有魔抗，那没护甲，我得来个什么春哥之类的。我其实对这把没太玩好，玩的不算太好。第一，凯南没杀太多回；第二，我们团战那金克斯跟他露了，其实好几回都能死，我的技能没放好，手感有点差。你是真弟弟呀、啊！真面子的发条。来来来来来，你别怕了。我听说你好像有赏金了是吧？你都能有赏金了，维鲁斯咋没人保呢？大他回头，保不上，走大龙。哎，小龙吧，小龙，小龙，小龙。直接打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！你把龙打了。大龙打不打？打的有点慢哈，算了吧，大龙不好打。我们不能走啊，这边走了，第一凯南搁旁边呢，第二那杰搁旁边呢，龙女可能要死，我们不能走。给我来来，算了吧，回家吧。先把这个做了，我觉得这把我们不能太脆，我得出个蓝盾。我得出个蓝盾，转黑切，我太脆了，我们家队友扛不住。我得站在他们前面，这佛爷哥干啥呢？大龙嘞，这守望者铠甲给谁出的？不就给你俩出的吗？
这，哎，不是，就他一个人。可以啊，我把他杀了。他是怎么做到一个人把我们家都杀了的呢？不应该呀、啊！炮塔被파괴되었습니다。我们把红打了吧？我需要一个红 buff。这惩戒好随意，没随意，他再不惩他死了，那龙女都没血了，再不惩戒他就要没了，中推吧。哎，你还要个红 buff， 你一个 poke 六维鲁斯，你管我要红，你好意思吗？你好像是脑子有点问题，我发现。我要上了，他放技能给我耍脾气。我这也能够着。我要越了，快点拉着你的，把闪现拔了，不合适的。不合适，下波不冲了。冲的没劲，冲了也跟不上。我是你爹，怎么用英文怎么说？啊 ？I am， daddy 怎么写？I am your daddy. I am your dad. AD. I am. 아군이당했습니다 I am your dad. 来吧，下件装备出黑切，三个打一个，还让我杀俩，天哪！我的虚区高不高？高吧。你在那 ADC， 像精神病似的。用吧，啥用没有？他都没那机器人有用。脾气比谁都大，他抢人发条蓝，咱先不说这发条玩的咋样嘛，你看你维鲁斯，哎，不过无所谓了，其实这蓝 buff 倒还好啊，
蓝 buff 他俩谁拿都不缺。两条小风龙。这不把杀的凯南。我们就硬追啊，因为我们是前排。中推啊，中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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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不是好勾。大龙吧，走，把大龙拿了。这边下路死了，我们这边龙应该能拿。我直接用中文骂他，中文，我是你爹，直接是四个口，明白没？所以没办法。我们语言不通。别干哈呢？哇，好大发条！投降？不投啊？这还不投啊？我的魔切给我加了107点攻击力，维鲁斯干嘛去了？他身为一个 poke 流维鲁斯啊，他都不一定有我伤害高。你瞅打你瞅那个废物打16000。